州长柳森在7月份下令，除非疫情获得改善，否则在州政府观察名单上面的所有院别下面的公司校都不允许重新开放校园。秋季课程只能够采取全网课，包括乐园、橙园、圣伯纳丁乐园等目前都在州观察名单上，导致南加公司立学校只能够等待该院连续14日脱离名单之后才可以重启校园。而凡联合学区表示不会遵守委员会提出的2020到2021的学习建议，他们认为学校需要在秋季重新开放。橙园教育委员会称远程学习会彻底失败，并且表示放弃课堂授课转而依赖电脑学习对所有人，不单止是父母和学生，而且是老师都会觉得厌烦和沮丧。敬请锁定周日晚间7:30粤语台天下中文台，橙园复学样貌大不同。